这大妹子长得太带劲了，干嘛？我还有别的事儿。对，我在外面呢。行了，等我再说。啊，挂。走吧。拖拖拖就是一个成语，英俊小子，性格自取其辱，不负喜欢我呀？是，可爱。谢少君夸奖。我就是挺羡慕秦姐的，我觉得她幽默就挺好。你说你今天是不是好好休息？你可以上床了。